上最高校英雄传，校园里纯纯学子们却有复杂的多角恋。剧中数学强手东海一出场便是迷倒众生。我来教你吧，看好。他为什么会想要教我数学？虽然我们已经同班了两年，可是却没有说过几句话。黄龙海，你以后可以教我数学吗？没有办法哎。哦，好吧，那算了。一招公车窗户教数学，牢牢牵住同学方弟的心。更厉害的是，东海不只有暖招，对青梅竹马的嘉欣冷酷耍狠又霸气给糖。我就趁现在，一次把它跟你讲清楚吧。我觉得你一直跟着我超烦的。烦死了！你以后都不要再跟着我。你今天晚上要和我们一起到我爸的私人书房复习数学吗？王东海，干什么？既然我回来了，那三年八班的班长也该回班上了。王东海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竟然让我好好放下跟你之间的回忆都不行吗？你真的太过分。什么意思？国一那年暑假，我在学校泳池教会你游泳，去向南写生，还陪你第一次偷喝你最爱的珍珠奶茶，因为你妈从小就不让你喝。哎呦，东海小小年纪不简单，懂得这么多，看来也是现实所逼，苦过来的孩子看透得快。收下吧，这是我一点点的心意。听说你妈妈病了，爸爸生意失败，又去了大陆，你这样来来回回的奔波，真的是太辛苦了。姑妈妈把你转学到这附近学校好不好？学费你不用担心，我会替你准备的。这样子你就可以安安心心的照顾你妈。另一方面，嘉欣也可以好好准备学测了。不用，我自己处理。方弟，哎，饭呢？我去找他吧，你们先去吃饭。哎，我陪你去。不用了，我去就好。我只是当年喜欢一个家里开旅馆的学长而已。什么事情会变得那么复杂？休学一年还是不能平息。假如当初我真的选择跟他在一起，或者是我现在有男朋友，事情就简单多了。那不管我妆再浓，穿得再露，不会有人给我贴标签。我帮你。怎么帮？
放出张浩的人，之前都没有找到了，现在不能。当你现在的男朋友，教练，嘉欣，东海，你也住这？这不是方地家吗？还是你搞错了？黄东海，你怎么会在这啊？我们现在是男女朋友，男女朋友一起读书，很正常吧？怎么这么突然啊？自古以来，男子多留情，苦的就是痴心盼望的女子们。还好方帝与嘉欣都是沉得住气的女孩。不管是现在还是以后，如果你喜欢上东海的话，请你一定要告诉我。我知道你其实并没有那么喜欢以前，对吧？所以你认为我喜欢东海？不是我认为，是我感觉得到。哦，好吧。好吧的意思是？好吧的意思就是，如果我现在或者是以后喜欢上东海，我就会告诉你。果然东海是两个女孩的最爱，但这两个女孩也挺抢手的哦，不乏追求者随着屁股跑。赵雨晴，要吴方帝，吴方帝帝有一组。哎，老师，教练，我跟东海说好一起练习。吴方帝，我分组有我的道理。我查过档案，你的英文是全班最好的，你是全班最烂的，所以你要负责把他的英文带到可以把金发妹的程度。听到了没？听到了。这是双子。嘉欣，我来是想告诉你，虽然是我们班级之间的竞争，但我觉得我们之间从来都不是对手。我们可以一起考到满级分，然后一起到一所好的大学，一起读书。建宽，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啊？又为什么一定要读好的大学呢？那是为了能够开拓自己的人生，这样将来才能给对方幸福。幸福？高校英雄传，爱的攻略，纯纯学生不让老师组独自精彩，超激烈的真心换绝情，绝情见真心，不到最后班对难测啊！完全娱乐比宫斗还精彩，真理报道。完全娱乐。